现在是北京时间8:58.30。你还报时？你的回答是？我。想清楚再说。这是。是啊，虽然 DQ5 有点远，但是我还是成功的把猫只带了回来。北京时间8:59.30。要是30秒后我还是单身的话，这只猫就要被我带走了。你怎么不反手抱住我啊？看什么看？我的猫和我的人。我看看不行。谁是你的人啊？拿猫威胁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兵不厌诈吗？如果没有这只猫，我怎么能抱到你呢？臭流氓！